有网友说呢，6589是带不动1080P 分辨率的，然后带不带得动呢？还是玩玩游戏之类的，看一下吧。玩玩一个极品飞车。可以看出，虽然分辨率是非常高的，但是画面呢并没有缩水，依然是有一个动态模糊的一个效果。不过技术很差就是。屏幕就是这么清晰。这就是新款的刷机精灵逆剑机优米 X2。